谁都没有杀过，我没有杀你的朋友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救四凤他们。今天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们死。玄机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呢？子湖他其实从来没有杀过人，你就放他一条生路吧。他怎么可能没有杀过人？他刚刚差点杀了四凤，而且钟离城的百姓们，他每年不是都要四个男子上来吗？那他们人去哪儿了？说的没错。所有人都被我杀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找我报仇吗？对了，你那个戴面具的情郎也被我给杀了。戴面具？不，不可能，四凤不会有事的。有何不可？我是什么人？杀一个凡人又奈我何？哦，你那个情郎叫司凤啊，也是够痴情的，死之前还一直叫着你的名字呢。司凤不会死的，你胡说胡说。子湖，不要乱说气话。我就动了气，你又能如何？臭丫头，有本事找我报仇啊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你那个司凤已经被我吸成干尸了，另外两个人也死得好惨呢。我好不容易才见到司凤，好不容易才让他答应我陪我一起下山历练，我们说好不分开的，你竟然敢伤他！我就伤他了，怎么样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丫头，不想死的，赶紧给我滚！好，你也死一次试试。伤到你自己。司凤，他刚才说他杀了你，所以我很生气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刚才做了什么？你刚刚差点用三昧真火把这个狐妖给伤了。三昧真火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练过三昧真火呀、啊。